哪个地方在外新闻？代数。英文在外新闻场。啊，英文会讲，我们要可以讲英文了，英文很复杂，我都会讲。同学，英文是我不代表。你不能把它讲，我如果写中文。哦，你写中文，我会抢到那个新闻谁？是吗？对吧？我很多时候其实是看不太懂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写中文的话，你看就看不懂。哎。啊，因为课本上不愿意写中文啊。你要不做的话，啊？他就变糊了。所以呢，好了，回来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物体从这个高度掉了一点下来，地心引力对它做多少功？掉下来，地心引力对它做多少功？多少功？做多少功？质量 m。m g h。mgh 哈。所以地心引力对它做的功就是 mgh。换个角度想。我如果把它从这个地方，我把它移到这个高度，我需要对它做多少功？好，我需要功，基本上在这边 ，mgh 还是 mgh， 它没有什么力，没有。你要知道它力的大，还是会有负功哦，会有负功，等一下就要讲负功了。我施的方向，如果跟力，我施的力的方向，跟我移动方向同一个方向的话，同个方向的话，它就是正功。所以我施的力是往这边施力，往这边施力的时候呢？它如果是往上，它也往上移动，所以我的功还是 mgh。好了，那我今天施了功，我施了功给他，我做了功，我对他做功，所以表现在这个板差上，它是什么东西增加的？为那叫即能量增加了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能量增加，在这边来讲是位能增加。好，我对他施了力，施了力，让他产生了做功，我对他做功。所以做功之后，那个板差的位能增加了，啊，所以我做的功 ，mgh， 这东西也是相当于是这个板差从这个地方被我移动到一个高度 h 的时候，它后来所具有的位能，位能用 u 来表示，哦，它得到一个新的能量，位能是 u， 但问题 u 哈，这是个表示符号哎，这是位能哈。所以我如果说从这边放开，掉下来，希望它掉到地板的那一刹那，是不是重力一定要做功？对啊，重力做功还是 mgh。我们上礼拜推导过，那如果它所做的功转换成它坐下到这个 h， 到这个零的这个点上的时候，它所转换的动能会是多少？它的动能会是多少？动能。对。它掉到下面这个时候，那瞬间一吗？对，一，这是一个代号，就不用为什么？一是 energy 嘛。没有，我以为是数字而已。好 ，energy 是多少？掉下来瞬间。瞬间是零，一定有 h。是不是 mgh？ 什么？对。是不是 mgh？ 对。瞬间，对，温能头。那我们那天有推导过嘛？实际上这个大小又会等于它的二分之一。mv 平方，所以那一瞬间掉到地板的那一瞬间的速度啊，所以假设我先告诉你啊，我们出个简单的题目，我再把这板子往天空丢，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，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的速度是 v 向上，离开手的那一刹那是只有垂直向上的速度哦。所以这个板差向上的速度是 v， 我的问题是它可以飞多高？它可以飞多高？可以飞多高呢？怎么算？它要扣掉它的。我们讲说能量转换而已，哎。对。OK， 所以它在这边的瞬间，它能量是多少？瞬间的能量是。假设以我手的瞬离开手，离开的那一刹那，手的位置是零，好。不是啊，能量呢？能量是二分之 mv 平方。是不是？我上礼拜推导，记不记得？不记得。那记得做笔记啊，不然还要回去要复习啊，为什么不记得？啊？我们上礼拜讲的东西是说，物体它从这个地方，它质量是 m， 它落了一个 h 高度。我要问的问题是说，它落到这边的瞬间，它速度是多少？记不记得？画 v 地图。啊，画 v 地图就出来了啊。哦，我想到了。对不对？它这距离是 h。对。
t 平方，等于什么？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差十。对啊，那我们要求什么？求速度嘛。速度是什么？速度是 g t 对不对？嗯，对。速度是 g t， 所以好了，怎么什么？什么？速度是 g， 对吧？所以我们先求 t 嘛，等于可以求 t 对不对？所以的 t 等于。那什么 ？g 分之二 h 开看看，是不是？对。是不是？嗯。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把这带进来，等于 g 根号 g 分之二 h， 现在什么？二根号二 g h， 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 v 平方等于什么？二 g 二 g h。所以 g h 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 v 平方，对不对？把这根带到这里来，是不是可以得到？嗯、好 ，OK。好，回去大家记得复习一下，不复习一下就会全部都忘光光了，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、哦。你这弄的意思是什么？我都有复习。好、哦，谁要复习啊？对啊，不复习我们就要一直不断的重复，你不会烦我都觉得烦了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，其实在落下一个高度的时候，它落下一个高度的时候，它的位能转换成动能，动能呢，你可以用这边转换的高度来算它二分之一，它的 mgh， 你也可以从这边直接看到的速度来得到它的动能，就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好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假设啊，我们先回到这个题目。我现在把这个物体从手上往天空丢，离开手上的时候，它的速度是 v， 这个质量是 m， 请问它可以飞多高？请问一下，可以飞多高？我起来的时候，我坐在床上想了很久，嗯，好黑哦，然后下来。
别，我到底要不要去？我大概想了十几分钟。哦，你是自己从海边走过来的？哪有可能啊？然后呢？那你怎么过来的？然后打电话给安谷，安谷没接，好吧，那我就搜一搜，搜一搜，然后呢，然后在妈妈烤面包的时候，然后阿谷就打电话，我说好吧，那你先走。那你说话的时候应该忙吧？对啊，说话的时候就。操！哦，六点我已经走了40分钟。我其实也是差不多4:30就醒了，不过真的起床是5点多啊，都4:30，那么早起来干嘛？那么早起来，我们都3点多了。哦，你从山下走还是从那个？从山上走。有人从山上走。我弟从山上走的。就你从山上就该走了。对啊，10公里。哇哦。就有些人背太重，后面背十七，那个背十，但是，他那个背十完全看不出来，他就想他好嗨啊。哇，有没有轻轻松松的背个十斤呢？哈哈哈哈哈。他应该是没事的关系吧？大家应该都就随手带水，不都三两罐水了？是我不能带那个学校的称带，然后出这些。没有，也没有很好，大概10点多，可能接近11吧，10:07到11公里。差不多。是啊。差不多就好。总算啦，蛮不错的啊，黑黑的，好不好？走夜路最棒啊！那个早点。躲起来了吧？还在吗？他还在吗？在啊。是哦。在椅子下面。哎，真的。哦，鸟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椅子上面。这边椅子上面。The bird。左边。哎，话说你们有准备吗？他听说那个今天配到那个吗？今天大变的。快要上回然后撞到吧。专门什么？我看不出来。他们小的是这样子，就这样会受伤。他们是喝大概一样。
子龙帮我关掉一下吧。然后我关，大家先等等。我看最近，那很烂。超级烂。慢把它关掉，把它关掉。下课时间，不然谁叫的？